我们觉得擂台上每场比赛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接下来仍然是我们的诸神之战世界四强的晋级赛。那么在比赛之前，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即将出场的这两位选手是如何从世界十六强之中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Gunwon Fight, my name is Denis。八分之一赛，白俄罗斯国宝迪兹尼斯·祖耶夫对阵中国名将冯信礼，两位强者相遇，你来我往，比赛高潮迭起。第一局伤出弱势的祖耶夫，却在第二局后半段以西法连击，紧紧压迫本已占尽优势的冯信礼，最终判定胜出，成功迈进八强席位。Gunwon Fight, mi chiamo Mustafa Ida e sono pronto a vincere。他是来自摩洛哥的猛龙穆斯塔法·哈伊达。Adesso sono 10 anni che combatto, sto piano piano entrando in circuiti più importanti del mondo, di cui uno è questo, è molto importante, molto importante questo Gunwon Fight, importantissimo. E poi piano piano ho iniziato a piacermi, ho visto che potevo farlo e avere possibilità di fare molti match e fare molto bene, ho intrapreso questa strada qua.Io punto sicuramente a vincere, non vengo dall'Italia fino a qua per non provare a vincere. Il mio obiettivo è vincere e fare un gran match. Mustafa Haida, 八分之一赛中，力战荷兰天才安迪苏瓦。胜利的降临并不只是幸运所致。三局后，穆斯塔法·哈伊达出人意料战平安迪苏瓦，更在加赛中优势获胜。今晚当穆斯塔法·哈伊达对阵迪兹尼斯·祖耶夫，谁将赢得四强席位？Now, Gunwon Fight World Max 2014 Quarterfinal 2. 现在开始昆仑决诸神之战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场，有请蓝方选手，来自白俄罗斯 Zianis Zuyev。有请红方选手，北非摩洛哥王国的第一高手穆斯塔法·哈伊达。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身高178公分，年龄26岁，职业战绩11胜，7次 KO 对手，在白俄罗斯号称国宝。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8 centimeters tall, age 26,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11 wins, 2 losses, 7 times, 1 by knocking down his opponen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Belarus, the national treasure.Zianis Zuyev。
红方选手身高177公分，年龄25岁，职业战绩46胜，14次击倒对手。他是昆仑决诸神之战的首匹黑马，在16强的晋级赛当中击败了荷兰的格斗天王安迪舒瓦。今天他在4强的晋级战当中要再次用胜利证明自己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7 centimeters tall, age 25.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46 wins, 5 losses, 14 times won by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from the Monaco Kingdom, Dragon 猛龙 Mustafa Haida. 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蒋威。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青海卫视昆创传媒联合打造的由浴室品牌独家冠名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尊龙传奇澳门站的比赛现场。现在是诸神之战的第二场四分之一比赛，比赛已经开始。现在是红方选手是穆斯塔法对蓝方选手祖耶夫。比赛已经开始，我是现场解说总手陈佩，我是蔡志贤。开始了，蓝方选手就直接打拳套，控制不控？走！红方选手是上次把这个 Andy Shaw 刷下来的。对，这个在16进8的比赛中，应该说最大冷门吧。因为安迪舒瓦是世界著名的格斗名将，是世界冠军，大家认为他是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但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是。他跟我要一些啊、哦，他比赛的一些照片，结果发现都没有，大家都在拍 Andy Shaw 了，没有人在拍他。这次希望摄影大哥能给他一点面子啊、哦，毕竟他还是一位高手，真正的高手，确实打得非常好。那刚刚看到蓝方选手啊，给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些 body shot 的组合啊，啊，这个白色的选手在上次大家已经看到了啊，不是开玩笑的，把这个泰国的大军呢几乎全灭掉。现在在台下这个白二选手的教练啊，他是一位空降兵团的军官、哦、所以是一些万中选一的狠将啊、哦、战斗民族中的一个战斗机器啊，相信他教出来一个选手啊，都一定有相当的一个杀伤力。你看白俄罗斯也是搏击王国、这个人口很少，但搏击水平非常高。经过上次的一个见证之后，我们就要称他是王国。对，以前都不认为好像是个小国家。对，刚刚已经撞到这个海伊达的背后了、这海伊达有点被鸭子打、就是欧洲的这个很多这个搏击的就是压迫式打法、看起来他们也不是特别对、这个被击倒了一下，立刻还原色，把这个司机打的抓的非常好。这个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开始的，再加一个类似这个外哥的一个摔法，有点被警告了，不是在玩柔道比赛，但是摔了再说吧。好，蓝方选手是不是已经恢复了？这个一般受重击以后的防守会被减弱，反应会迟钝，是最好的 KO 机会，哪里打到就继续打那个地方就对了。对，啊，这个头部，对，所以蓝方头部的这个防守变得很重要。刚才被抓到一个迎击，他出这个低手的同时，海伊达就直接把这个后手重拳塞进去了。蓝方选手低手完，这个海伊达就把拳头拿回去了。防守后的反击，再看看，
这里选重击，然后第一个关于颜色，因为他刚刚被这个南方选手背部中了好几次，所以他知道南方选手会这样做。南方通过这个休息时间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状态，他现在最重要是不要马上被对方击倒，这个好歹很聪明，摔完之后立刻把后手重拳塞在对方的命门之上，但南方很清楚第一局他输掉了比赛，所以他第二局打一开始打就很积极，防守没有做好，对，还一打的后手重拳轻易的得手，又快又准，选出这个西装，那他一撞了，然后就招裁判。海达对应这个摔法，就对应这个西法，他用的不是泰式的摔法，是用柔道的摔法。这个在做的话会被裁判警告。这个自由搏击实际上在侧后方的时候依然可以用袭击的，是可以用，然后因为他在侧后方的，所以黑打就想摔他，那这样摔法就是变成有点柔道的摔法，对，那裁判就会裁判了。现在比赛又重新回到军事中去了，那开始有点强盗过多了。目前看起来是海打的拳跟腿，对，杀伤力比较够。这是一个摔法。海打在大口的喘气，好像喘气有点不济，才第二回合就不应该出现这个大口喘气的状况。他上次跟艾利肖尔的这个。体力应该没有这么差，但他第三局的时候体力还很好的，对，有胜负，打到第四局，哇，目前双方都是拳拳到肉，我觉得第二局呢，祖耶夫应该说恢复了这个状态，看不出第一局的影响，他就开始压迫式进攻。祖耶夫一下用反架，一下用正架，互相干扰。对，我觉得穆斯塔法的这个打法，防守反击，抓住机会控制对方。拳的力量啊，是靠着身体跟腰力，非常的重，相当的可怕。比赛很激烈，今天的比赛非常精彩。是。今天海大的拳腿威力都非常大，像一个高手。然后，其实你看那个海大喜欢背对对方，然后把这个脚伸出来去把。祖耶夫绊倒，这个每一下每一个拳啊都是用尽全力，全部身体的力量塞进去。我觉得这也体现了这个穆斯塔法的这个风格。他上次跟艾迪苏尔打的时候也是这样，前期他看着防守，但他转身，而上次还没那么重，因为艾迪苏尔的速度很快，然后拳左右多，所以会分散的，每一下都每一次攻击都是四五下，一二三四五。那这一次就是因为祖耶夫也没做那么多的防守反击，所以这个海打就做比较重拳的进攻，带进重拳的攻击。好，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距离抓得非常准，时机也抓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攻击或是防守。这个前蹬啊做得非常漂亮，这前蹬腿刚刚假装一个前蹬，那就把这个拳头丢出去了。哇，孟大法还是很有力的，对，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有时候要出拳，有时候变成腿。但是这些虚实的变化都是要有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杀伤力做后盾，如果你拳头不够重的话，这些变化是没用的。对，顶尖高手的话就是综合能力都很强了。对，目前看起来这个南方选手 ZF 啊，他的一个拳腿威力都不见了。对，连膝撞都已经没有用了，打得相对松散一些。对，面对直线性的攻击啊，还有打这些侧闪，然后加个追击，做得相当的好。哦，这个转身的变化，还好这个职业部的手没有放下来，要不然就遭殃了。然后刚刚在做连续的膝撞，南方做膝撞，可是这个海伊达的手肘顶着这个南方选手的膝盖，所以撞人的他会比较痛，因为被手肘顶到。红方选手这个针对头部进行打击之后，然后再加一个对头部的一个勾扫，那么失去平衡。特别是现在这个体能下降的时候，很容易被勾扫，这个用直身腿倒下。好，第三回合剩最后三十秒，双方应该奋力一波。刚才的是大摆拳的，利用他身体移动的力量，这个会加倍。但是因为 BF 把这个拳架，我觉得穆斯塔法这个哈伊达有可能在最后发力。这个后转身后摆做的不太好，没有发出力了。对对对，距离不对，角度也不对。推进的这个，最后来拳呢，有好了。我觉得可能这个哈伊达有可能赢得这个比赛。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6-30，三号裁判27-30。比赛结果：红方胜 ，and winners the right corner fighter Mustafa。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WCK 的主席 Dennis Warner 先生。为获胜的选手颁奖。Mustafa， Hey， come here， brother， it's your awarding time。 I know it's yes， so you are the bloody champion。 好， Mustafa 就获得了我们世界大奖赛诸神之战的四强席位，恭喜 Mustafa， Congratulations，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Thank you Dennis。 26味帝皇补肾填精丸，补气补血，温肾壮阳，愿男人生活更精彩。御氏品牌，值得信赖。